今天早上发生了大事情，立法院又打架，我们来给大家看第一手现场的画面。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立法院现在议场里面的这个最新的状况。那原本呢，这个镜头指的方向呢，是行政长孙昌在这个立法院进行这个会议的时候他所坐的位置。但是呢，现在蓝绿的立委不止包围哦，甚至呢是出现了不断的这个推挤跟冲突。那其实呢，整个今天早上国民党是发动了奇袭。这个国民党立委陈明珍呢，在这个清晨五点十八分的时候呢，就已经杀到了这个现场哦，甚至呢就在七点的时候是直接这个闯开这个议场的门，是直接进到了这个里头里面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哦，甚至现在在这个主席台上呢，这个国民党立委也试图的想要赶快的来站住这个位置。那行政长苏贞昌呢，今天也是提早的到了这个立法院的这边。那他也提出说，希望不要让国家的意识空转，赶快听一下苏贞昌怎么说。我依据宪法规定，应邀来立法院做施政报告，不只是对立法委员报告，而是透过立法院向全体国人同胞报告。阻挡或者不能报告，是妨害国人同胞知的权利，也是没有办法让我履行宪法的工作。我们很希望台湾大家都团结一致向前进，不要让政府空转。哎，是中信大哥，我不知道你或是说我们的网友观看我们节目网友看到刚刚那个画面是什么样的感触。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朱立伦选上国民党党主席了。朱立伦选上国民党党主席之后的那一天起，每一件国民党做的事情，朱立伦都概括承受。国民党加分，朱立伦加分；国民党扣分，朱立伦扣分。中信大哥，你看到这一幕，你认为朱立伦的未来如何？显然会采取战斗蓝的姿态，是非常明显。公元2000年啊，那时候我在政论节目。政党轮替以后，我曾经对政党提出呼吁，像今天这些人，那时可能都是还是市议员啊，或者还是没有选当立委啊。我现在很沉痛的对今天不管哪一党都这样讲，难道不会学会三件事吗？一，政治是要妥协啊，为什么不妥协呢？第二，难道在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不能有共识吗？第三，难道你们不能给下一代好的典范吗？你看，如果小孩子从小在看国会这样子，他长大会怎么样？在教室打架刚好。这是我21年前的呼吁，我现在还是要再重复一次了。好，容我不客气哈，在袁志兄面前谈朱立伦主席哈，我就用古语一句话：亲本家人，奈何从贼啊！我本来对你有期望。其实我跟他非常好。我跟他也是很好的台大会计系教授。那时就认识了嘛。他当桃园县长，我也跟他非常好。怎么变成亲本家的奈何从贼呢？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嘛。在公元2000年的选举那一天开票，我在这里嘛，我就说嘛，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力介入，选举到底谁赢谁输都不知道啊！我说到选权了。对，事实上，2000年选举，美国是强力介入，提供各种情资啊，才把韩国瑜的气势压下去啊。对，我讲话是有根据的。好，澳洲总理那时候都出来了，向心、王立强怪事一大堆都出来，对，这当然 CIA 嘛。那是五眼联盟提供的了，其实就是主要美国提供的，美国云端提供的哈。对，好，朱立伦先生在辩论前说说张亚中先生是红统，你给习近平呢回那封信，你不是2.0版张亚中吗？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两个都戴同一个面具嘛。好，我不再细节讲了，但是你写110，我本来看不清楚，我还写1010，我本来他看也是110，是110。那你干脆写犀利就好了嘛，你写2021年就好了嘛，没关系嘛，对不对？对，我也很少这样110，我很少用这种换算，因为还要加11，很麻烦嘛。对对对。好，你既然连民国不写，那就算了。但是啊，习近平给你的信是统一耶。对。重点关键字那封信里面只有两个字统一耶。但你回应却是，民进党仇中反中。再回到我上一节所讲的，朱立伦先生，
你把国民党变成中国朝贡体系下一个藩属，类似一个琉球或者类似藩，或是安南啊，或是或是什么暹罗什么暹罗那一类，你也不过这样子而已嘛，你就藩属就趴下来跪磕头外交嘛。我为什么那么沉重讲呢？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具有共同价值者，这目前在东亚，哎，英美澳印日组成两个同盟嘛，最近。是不是？就AUKUS的联盟、啊，对，就有两个，还有四方会谈嘛。对，当整个东亚国际形势是这样子的时候，朱立伦是逆其道而行。我一个朋友很不客气讲了，他也是政坛的人，然后说他看完朱立伦这个信说，说等于是第五中队的队长向长官报告了。哎，我这个形容太好了，对不对？哎，朱主席，你不能这样子啊！你是受过美国民主价值教育的，好。今天国民党的最大危机是这封信啊，会更刺激年轻人。我不客气的讲，国民党的年轻人40岁以下只有3%了、啊，向来挂丢阿贝一定是民众党。虽然柯文哲市长常常讲话过多或失言，但是年轻人对民众党是有期待的。是你们这样打架，然后又然后朱立伦要跪下来。呈给乾隆皇帝这样一封信，你想年轻人会怎么想？好，政治讲求实力了。我是一番肺腑之言了。我曾经在每次在节目上，如果国民党的中国政策仍然照目前，你看朱立伦连一中各表都不敢谈呢、欸。哎、欸，那封信连一中各表哎、欸，哎、欸，连一中各表都没有了。对啊，表示你跟张亚中怎么不同呢？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国民党继续这个基调的话，哪怕你2022有所斩获，我不敢预定了。但是2024如果要得到政权，35岁以下年轻人保证冲出来投票，那个人只要讲一句话说：“我要跟中国签订和平协定啦，我要跟中国进行对谈啦。”大家马上想到谁？想到香港嘛？想到西藏了？想到蒙古嘛？想到维吾尔那个集中营嘛？我是肺腑之言，我对国民党有所期待。民进党是需要有好的政党来监督制衡，但是从朱立伦这封信起手是这样状，我觉得国民党你真的要好好思考我的话。